圆脸方脸发型这样弄绝绝子。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脸型。是圆脸，不是有一点点的方，其实就是方圆脸。方圆脸最适合的就是偏气质型的。你这个脸型的话，就剪一个偏八字的刘海是最适合你的，能修饰到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位置偏方一点。你楼顶也挺尖的，这我现在这位置特别塌，就会显得脸大。一劈头我还喜欢劈，然后呢就是贴脸，贴脸这不显得脸大，所以的话我就整体给你做蓬松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头顶也很尖，然后这位置很直，把这个位置横向拉宽，然后做蓬松，然后来个八字的，就纯气质温柔型的，绝对适合你。行。OK， 开始给你弄，然后你说你这个位置粗，到时候剪完八字刘海就好了。就是这种好打理一点的，就是吹完了就好的那种，不太会弄。不用，不需要怎么打理，基本上我这个头发给你弄完，烫完了之后你回家就吹吹干就行了，你有个吹风机吹干就 OK 啊。我看你用的没剪太多吗？真的吗？磨了这么久。也不能太长，太长就切了。我好喜欢你这个脸型呢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脸型绝了。我看视频，好像这种脸型剪刘海挺好看的。对，你这个脸型特别适合八字刘海，或者是那种稍微短八字修颜刘海，就是来一丢丢的氛围感嘛。感觉有点心疼的样子。不要心疼，这样是为了好看。你前面就是现在太长了，贴在这儿了，需要一点点层次感，蓬松起来就好。所以的话，这个刘海必须得来。那就 OK 了，哎。然后再烫个弧度，然后你这个位置，对，就一点点就行。稍微薄一点点，既不长也不短，还能修饰到你的额头，让前面不至于空空的。如果偏空气的话，就损失掉气质了。我觉得气质在那个可爱之上。我就把这烫个弧度。哎，现在这样交给我给你拿捏，我一定让你笑着走出来这流汗。软杠环节来，先体验一下大连烫发最快的方式，五秒钟卷完一个头发。开始。OK， 搞定。哎。好不好玩儿？真的老残了。这是法官。这是法官变女神。